有魚味啊，魚腥味啊，你下面。咁等我幫你問下有咩辦法啦，我都未試過。好啦，拜拜。喂，點啊？揾我咩事啊？我啲 friend 又有問題啦。又有咩問題咧？今次麻煩啲。呢個魚味。魚腥味？係咪每個月嗰啲啊？係。每個月嗰啲都有問題。咁我哋今次都好多女仔或者係女士有呢個問題啊。有咩問題呢？通常就係、容易痕啦，同埋呢排咧好濕嘅時間咧嘅味道啦，唔舒服啦，或者係咧有念珠菌。我諗每個女仔都試過有念珠菌呢個情況，一係就睇醫生啦，跟住塞嘢啦、食藥啦咁樣嘅。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好多時有呢一個咧係 PMS。咁今日我哋就針對呢個嘅，我哋翻咗支好正嘅唇淨油，咁、那個唇咧係就係、是、嘴唇個唇嘅，咁呢個係一個咧瑞典嘅古法配方嚟嘅，咁佢主要嘅成分咧係用一啲咧天然嘅油啦，係呵護翻我哋一啲特別嘅部位嘅，咁、就同市面出邊買到嗰啲好唔同，因為呢個係 100% 係天然啦，同埋 vegan， 咁佢咧有成咧 94% 咧係from organic 嘅有機嘅，咁佢係咩牌子咧？呢個瑞典嘅品牌嚟嘅，咁佢咧裏邊有一個好勁嘅沙棘油，咁呢個沙棘油裏邊有咧有一個 omega 369，搽完之後咧佢有一個咧抗菌啦、抗炎啦，同埋一個抗氧化嘅效果嘅。咁另外有一個咧，就係、一個叫做方杞葉。咁呢個方杞葉咧有咩用呢？佢原來對付咧念珠菌係非常之好，可以殺菌嘅呢一個。咁呢支嘢可以點用呢？咁我試咗上個 period 嗰兩次試咗。因為 period 嚟嘅時候咧，都幾大陣味，我只狗咧就會好 sensitive 噶啦，係一啲狗成日控噶啦。咁我就用呢一隻油咧去沖涼啦，同埋咧係搽，咁一物兩用，又用得嚟係cleansing。第二咧就係、可以咧係有一個護膚嘅作用嘅。咁除咗係妹妹用得咧，其實 nipples 嘅位置都用得嘅呢一隻。一個純淨油嘅，咁而且咧好多時咧除了 period 生完仔咧，下面的位置或者你著得緊身褲比較多咧，成日我哋著做瑜伽咧，著啲緊身褲或者啲 underwear 比較緊咧，其實摩擦嘅時候嗰啲位置都比較乾燥，都唔知擦咩啊。咁市面上冇一支嘢係話又沖得涼又擦得嘅，咁就係呢一支啦。咁就係有75ml咁。開了之後就建議六個月內用曬佢，因為佢冇加任何化學防腐劑，佢用咗個維他命 E 做咗個防腐咯，咁就係比較天然啲嘅，用咗個維他命 E， 咁係好值得咧，女性咧係有一隻看門口，咁同埋咧有時唔知可能香港比較焗啊，你著 underwear 有時都濕噶嘛，你 under 啱都濕曬，你諗下下邊都會濕嘅時候，呢、這、一個就幫我哋抗菌啦，同埋咧做翻一個咧係一個咧有少外國人咧有啲中意咧係打一個叫做 G-shot 啫，好特別就係打透明質酸喺嗰個位置，就係、可能若干嘅時間咧嗰、那個位置有啲鬆弛啦，生完仔又好啦，又或者想個位置比較敏感啲啦，咁對方又開心你又開心，呢、一個搽完嘅油咧都好似咧海綿咁吸咗油之後咧，佢會漲崩崩㗎。咁呢一個咧建議都係外用啊，唔係攞嚟做一啲潤膚的作用，或者是一些油，你可以試一下味道啊，你可以介紹給你朋友，如果你不想給1000多元看這個專科的時間，你可以 keep 住用它，對，那念珠菌那些很煩啊， keep 住有的幾百元，還有經常翻的嘛，那些即那些菌，是啊，這個味道它落了一個 rosemary 味，我覺得很清香添，那它還有一個 squalene 添啊，好像啲草本草本味，你可以介紹啊 ，Kitty 用呢一個，好簡單，因為佢又唔需要話有幾樣嘢係又搽又沖又洗，咁呢支就係洗完又跟住同埋咧，我哋個 website 都有教你咧點樣去清洗同埋搽，
咁嗰個位置或者係個小菊花嘅位置咧，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啊，係比較乾嘅，因為好少嘢你全身你會搽面，但係嗰個位置你好少有啲係搽佢哋嘅。咁呢個小菊花嘅位置，你知唔知我講小菊花係咩位啊？小菊花嘅位置後面係咁嗰個位置啦，同埋我哋比較特別嘅位置咧，就可以用佢嚟 take care。咁如果喂緊人奶，咁 nipple 比較緊張啲、乾啲啊 crack 咧，都可以。同埋佢吸得好快啊，佢咁我已經用緊大半支啦，已經其實一個月都用緊大半支，好吸得好快啊。同埋其實個味好舒服啊。你話有啲 mini 其實冇啊，佢係可能係一啲迷迭香嘅味，我覺得係。嗯，咁我哋好似有個優惠嘅呢一個。依家咧呢支原價260一支，冇錯啦。咁原價3至780蚊，而家做緊新品優惠就630蚊三支。630蚊有三支，慳咗成百幾蚊。係慳咗百幾蚊，呢個就係個 code。個 code 要記低，我哋唔會打俾你嘅，你要睇咗條片咧攞呢個 code 嘅。咁就係買三支咧，你可以買俾朋友啦，又或者自己 keep 多支貨啦。咁就可以三支咧就可以。是看門口沖涼，因為其實你沖涼咧好快用曬，你都每次我都噴成兩三噴咧去做，咁沖完涼之後又可以搽翻佢咧，做翻一個咧護膚好好嘅。咁其實咧，我知女性咧都幾大壓力，有時咧除咗念珠菌咧，其實食咧都有幫助嘅。益生菌啦，我哋個市面上，如果你係有念珠菌的問題啊，或者下面比較痕的時間咧，其實咧個身體就話俾你聽，息怒有啲惡菌喺度喎，你需要啲靚嘅菌，白冰咧係打翻啲黑冰嘅。咁呢一個咧可以呢、這個外用啦，呢、這個內食啦。咁同埋 PMS 嘅時間咧，其實咧係其實缺乏咗呢一個咧 magnesium 啊。好多運動員做完運動咧都會睇翻個 magnesium 咧補充翻佢嘅，唔係咧你個 PMS 會好痛。咁呢個比較特別配方咧係加埋個 calcium 同埋一個維他命 C， 係 for 你全部吸收嘅。咁佢個酸鈣質唔係嘅話咧，齋 magnesium 咧係吸收唔到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大概你食咗兩個禮拜咧 ，Kitty 咧你都會係冇咗。個 PMS 個後群症同埋呢個都幫到手，可以舒緩翻咧嗰個 PMS 嗰個肚痛嘅情況。燥底關唔關事？燥底關唔關事？啲荷爾蒙啊，我諗冇咁燥底，鬧少啲男朋友或者鬧少啲老公嘅，可能老公要買翻三支康門口咧，等冇咁燥底 PMS 嘅時候，因為我個客話用完我哋啲 skin care， 佢話佢個仔同老公話你鬧少咗我哋喎咁樣，我話可能令到你個人舒緩，真正舒緩啊，係呢一個。咁佢細細支，咁其實唔想做咁大支，因為你擺喺浴室嘅，可以擺浴室嘅呢一支嘢，咁係啦，咁可以一次過買三支俾朋友咧，咁就有個50%嘅優惠啊，係做到月尾嘅，咁就係5月30日嘅。好啦，琴日我哋嗰個波兒咧反應好好啊，因為除咗做 cupping、做 lifting 之後，仲有個效果，你見到琴日 lifting 哦。我做完之後咧，個波波入邊咧有啲粉刺出咗嚟咯，即係吸埋我啲面嗰啲油出嚟咯。我係做唔到呢個效果㗎，係啊。咁就係如果後生嘅時候，如果你多啲粉刺咧，呢、這個其實佢有講嘅，可以排毒同埋吸埋啲污糟嘢，就係一啲面上嘅粉刺咧，佢都可以幫你吸埋嚟。咁所以其實你琴日試完之後，我都有一次咁，點解白色一點點嘅嗰啲原來係你嘅皮膚嘅粉刺啊？咁如果係一舉兩得，係啊！平時洗面同埋你本身個空氣咧，香港幾污糟咧，咁你係其實可以吸埋啲污糟嘢排毒咧，其實係好好嘅呢個波波。咁咧而家剩翻好似剩少過10套啊，好似剩翻7-8套嘅啫。因為佢人手做噶，要 reorder 咧都唔係即刻 reorder 到，因為呢一個咧係陶瓷做噶，好重身，個料好靚，好襟用呢個波波。可以幾時都用得嘅，咁La Pure咧，最後今日我哋好似有個優惠咧，就係2500蚊就送2500蚊就送180ml 嘅 Restore， 咁呢個價值398蚊嘅啱曬夏天用，呢、這個其實都可以幫助嗰、那個美嘅個 magnesium 嘅，都會可以改善個PMS 嗰個後群症嘅。這個都是很好，因為它 liquid 狀呢它容易啲吸收的，比起粉狀重。咁但係 magnesium 如果最高的話咧，就當然是粉是最多的呢一隻。咁 magnesium 呢個粉咧，就可以在夜晚飲咧，
係有一個咧安睡嘅作用，同埋呢個位咧會好鬆，你覺得啊，差唔多係要瞓覺啦嘅時間啦，係啊，係啦。咁呢一個咧剩翻唔係好多，咁剩翻咧十套留下嘅啫，係啦。咁大家咧有咩問題咧就可以 inbox 我哋啦，或者喺下邊留言啦。咁同埋呢個新品牌可能比較多問題，你哋可以 inbox 俾我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